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我们要拿 SPM 的成绩了。就呀，现在大概9点，然后我们通常是10点就会出成绩嘛，我不知道啦。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学校，我们去学校拿成绩哦。我不知道等下怎样，我们现在就是很，你看，我们是很紧张，我们很紧张，很兴奋。他昨天就来我家过夜嘛，然后我们昨天晚上是一直。很紧张，有3点半、4点哦，我们又很紧张，我们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哦，睡觉前我们还在哦，我们怕，怎么办？我们明天要考成绩这样子 ，Yeah， so see you guys later， bye。10点10分是吗？10点09分。其实成绩已经出了，但是我们不要 check， 我们打算回学校 check 那个成绩，看成绩呀，就比较有那种感觉。虽然现在上网可以 check 了的啦，很多人也 check 到，我看到刚刚小红书有人 post shake A， shake A plus， 你们就必须 shake A， 加油大家！Oh my god， 我们还有几步就要到学校了。我们有很多朋友就到学校了，他们都已经确认成绩。大家很怕哦。他们很怕，那真的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因为其他朋友都确认，他们都蛮满意，然后我希望我也可以满意我自己的成绩。看不到，但是我们5个 A 以上已经在上面了，所以代表我们是5个 A 以下，那不是怎样？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成绩啊。我帮你 film 先啊。我有 A 啊。连来的，你慢点你。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写我的英文是滴答哈迪，所以我现在要去想等一下啊。OK， 我们学校的老师知道，可能你滴答哈迪了。Hello。Hello。哇，我们出来了。你在？你要出来吃？中途打断一下，因为我接下来的 vlog 就会和大家分享我去太平参加表哥过大礼，还有去游山玩水的过程，所以我想先和大家交代一下 SPM 成绩的这个部分啦。So， 其实我是已经拿到我 SPM 英文的成绩了，就之前拿成绩当天我不是发现我的英文被写 TH match， 但是我很确定我是每一个考试我都去 attend 的，就是每一个英文 speaking listeningor writing， 就每个 test 我都有去的， but 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写滴答哈迪啦。拿成绩的当天我就有去找负责老师，然后老师就叫我去到 ELP 的这个网站 log in 我的 account， 然后选 set mark similar CAST， 就是 CAST 滴答哈迪啦，然后它就会显示 study process 咯。过后的2个星期我都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然后那个期间我的妈咪也是有过去叫一句问，然后也是有 email 过去啦，可能是因为有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才比较快知道成绩啦。So， 要感谢我的妈咪帮我去处理这个问题啦。但是哦，成绩就不是在我的预料之内啦。我看到我的英文拿 B 啦，不是 B plus， 是 B， 我其实对自己有一点点失望，也是有一点点伤心。因为在 trial 里面其实我的英文是差一点拿 A plus 的，所以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也是很期望自己至少可以拿一个 A 啦， but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我就拿了个 B。
And then 相信有一些人也会好奇我的 SPM result 啦，因为有人在 comment 问我，然后也有人 inbox 问我， but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要这样子把我的成绩 share 出来啦， like social media， 因为我并没有考到很好，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可以跟大家讲啦，我是有私立 Apple， 然后 all credit 的。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啦，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考到蛮不错的，也很为他们感到开心啦。So 你们也是，你们要觉得很 proud， 因为你们终于考完了 SPM， 然后不管成绩怎样，你们都要觉得很开心，因为终于结束了中学这个阶段，耶！就 good luck to everyone， 祝你们一切顺利。OK， 就这样子啦，我们就一起看下去我的 typing vlog， 你们记得要看下去啊。OK， let's go。来到了怡保的南天洞，然后其实我刚刚睡醒吧，然后很累呀，就打算下来这里走走，拍拍照片。今天的 outfit 是这样的，拍照先。Oh my god， 大家你们看，喂，那里有个多 monkey。你讲我是 monkey， 他们讲这个是怡保出名的，叫什么 JJ Rocket。我最爱的西哈。去哪里吗？我们要去，是不是要去火车站？很美味，啊，是不是很辣？你一口辣沙，一口 ice 干姜。一口辣沙，一口 ice 干姜。你看什么味道？我再一口辣沙。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这样吃。冰冰凉凉。冰冰凉凉。这叫什么？啊，福特什么？四。哦，福特四。OK，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拜拜拜拜的庙。加了两岁，加了两岁没办法。这个是农历嘛，农历一定是传统是这样的。Hello， 大家，今天又是个 fresh new day。嗯，其实今天是 last day in Taiping， 然后要回 KL 了。但是呢，我们先打算去太平湖去骑脚车。
这个是孔雀，没有毛的孔雀。That perfume, you know the one that you bought me.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eah. Okay, so sama datang KTV di Kepala Road. Hi.